爱和平，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学生，我最近喜欢了一个女仔。喂，其实呢，你觉得呢，什么男仔才吸引？我觉得戴眼镜很吸引的。阿妈，我想买眼镜啊。你没有近视，你又戴什么眼镜啊？敷完咗个礼拜，我终于有100度近视，买咗我人生第一副眼镜。喂，其实咧，你觉得男仔咧要做咩先吸引啊？打篮球咯。可唔可以一起玩啊？好啊。你觉得一个男仔咧点样先算型啊？吓，我觉得由理想好型噶。咁究竟点先系理想咧？大家好，我叫阿 K， 今年读紧中五。人哋话我好木读，其实我只系觉得做人真系好闷。每日翻到屋企，我都喺度谂。做乜好呢？每日翻学等放学，放学等放假，放假等……唉，总之就系冇嘢吸引到我啦。SJ 少时 ，One Direction 刘德华做唔做特首？隔篱班 Lucy 竟然有男朋友 ，YYLM 定系张欣欣靓仔啲？对我嚟讲真系得啖笑，更何况系鸽仔。直到有一日上上下堂，於是我之後跟咗佢去一個地方。由細到大，無論屋企人、老師、同學，甚至乎係朋友，佢哋對我嘅要求都好高，對我期望都好大，因為佢哋覺得所有事對我嚟講都係易如反掌。無論係做運動定係讀書都好，久而久之，我漸漸咁變得冇朋友。好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根本是两个世界的，根本就没有共同的话题，沟通不到。哎，这关我玩了三天都过不了，其实这么难玩，不如试一下。我们看他的书心情不敢，会不会理我们？是不是这些人不知道他玩 Candy Crush？每一次考完试之后，个成绩榜上面总系贴住我个名，或者佢哋会觉得我好享受呢种感觉，呢种学立鸡群嘅感觉。但其实又有几多个真正明白我心入边嘅感受？好羡慕，好羡慕佢哋可以成日一齐玩，冇地位嘅分别，冇阶级之分。直至到我入咗 GSDP， 遇到呢班人。咦，你出嚟？
Thank you.